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S 行者。本次影片是今年四月正常疫情期间拍摄，微解封期间要戴好口罩，台湾防疫加油。本周带大家再次来到彰化园林藤山步道，入口位于园南路藤山南道，步道总长约2公里。春季桐花满布宽敞林荫步道，闽南鲤鱼木牌逗孩童乐无穷。摊贩热切问候，千奇百样小物，山顶包子咖啡，豆花香味诱人，临近众多步道更是引人入胜，每次前来总是不令人失望啊，真是一处彰化最佳人气休闲好步道，就让行者带着大家一起散步去吧。来，要不要带我们大家一起去啊？好了，壮鬼脸你走开吧，拜拜。你要去哪里？要不要露营？今天带我们去什么步道？藤山步道。哦，又一个人来了。今天要去什么步道？藤山步道。好了，我们一起走喽。我一起走喽。如果藤山藏代表意志力，那藤山步道。S 姐的脸越来越臭了嘞，你也当搞红改水吗？哦，撞到了，下面一位撞到了，下面一位打人哦。请问今天我们来走什么步道？是叫什么？阿斯娜，你讲啊，娜娜你讲，那个你来走什么步道？好，那请你的表妹，请问今天来走什么步道？来，我教你念，白干那地导游。这句话的意思，看穿别人的心思，豆油就是导游，也就是酱油，酱油。妈妈，这个歌要爬一个小时，超过。要爬24小时了。请问一下，一个力量的力叫做力，三个力叫做什么？三力。三力，三力是电视台呢。三力，我跟你讲，这三个字就是我们协助的协。讲一次。协。好，你看这个字哦，哈，它上面有解释哦。同协的台语发音，呀，字义合力的意思。你觉得三个石头叫什么？怎么念？一个石头的石叫做什么？石，对不对？三个石头叠在一起叫做什么？沙石。不对，就是光明磊落的磊，就是三个石头叠在一起，这样会不会？会的话往上走吧。不会啊、哦、好啦，下次再来教学咯。台语三叠字，第三关，一个眼叫做眼，三个眼叫做什么？是鬼魅之刃的呼吸吗？好了，错了，三个炎。台语叫做掉，讲一次掉。爷柱。意思就是呢，话很多的意思，跟你一样哦。你是不是话很多？我话很少。好了，你台语三叠字过关。来看两个谁荡的比较久，另外一个选手开始。好，接下来是娜娜荡吧。哇，不行哦，失败。耶、请问两个在吃什么啊？你们两个走这么快，后面的人都跟不上。阿、啊、来这边就在吃爱玉冰。阿、啊，你不是说要买棉花糖吗？娜娜。小蜜，好吃吗？好吃不？快点来！来，我来看一下你手里。在这里特写。哦，够蛋饼哦。司机他你终于走到了。去拿碗。好，让我们继续吃下去吧。小蜜，请问你在吃什么？蛋饼啊，蛋饼有好吃吗？好吃，你讲好吃，好吃，真好吃。好。娜娜，你也在吃了。这一位也饿了，你饿了吗？还是累了？不饿啊，不累。跟大家说拜拜啊！
头发连山宝宝，这嘛是真侪人爱来。人山步道真的是来吃东西的，不是来爬山的哦。真侪民众来运动，刚早这个时阵人是搁较侪。业者的草纸啊，两饼，经营六年来受到真侪人介意，真侪人运动嘛忝嘛，就家只当作是客栈，休困一个，吃一个草纸啊。哇，好累哦！啊，终于走完了，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带大家来走好吃好玩的登山步。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！拜拜，下周见。